好像该吃晚餐呢。弄完之后变这种颜色，好怪哦。完蛋，我又开始陷入不知道做什么的境界。但是我们来开个，我们来打个 Overwatch。可是我开台又没办法打，完了。对了，送我显卡。我叫个晚餐，先叫个晚餐好了。饿。打开我的 Uber E。你们都吃饭了吗？正在外食哦，希望你可以吃饱。怎么办？我不知道要吃什么。好多哦，每家都看起来好像还好。我点过冻饭。哦。加我点过，哎，马来方哎，这家我很常看过，还是我去买这家，我去买了他这我去买这家好了，马来方可以跟各位马来西亚的朋友一起吃饭，好，我出去买个吃的。